嚟 ，roll 咗。好嗱，小弟李克勤咧，而家接受黄伟文嘅挑战，咁就喺未临之前咧，因为为咗惊住咧临完之后唔知有咩事，所以嗱嗱声讲咗跟住嚟嗰三个人先，分别咧就有高中低嘅难度嘅，低难度咧就系校长谭咏麟先生，因为佢自己本身已经好想玩噶啦，所以系算低难度嘅。咁中级难度咧就系贵宝号环球唱片公司嘅高层。鄧勤先生係啦，呢個係屬於中級嘅難度，唔敢，唔知佢敢唔敢玩啊？咁另外高級嘅難度咧就係葉劉淑儀女士啊，咁啊佢係一個善心嘅人啫，睇下點啦嚇，嚟啊！我情商洪天明先生，不過而家啱啱停波咧，Ready？呢個班仲要做 show 啊！數一二三嚟，一、二、三。